因此啊，咱的心爱清净啊，咱的心爱平等啊，咱的心爱未白黑啊，未白黑就是讲哦。那安尼，啥物叫做白白黑呢？就是啊，就是未乎这个世间财色名食睡这五欲，未阁乎这个色身香味触法这六尘啊所迷去啊，未阁乎世间的财色名利所诱惑啊。那安尼，下人啊，才有资格往生啊。所以，诸位菩萨大德，咱袂使毋知影者。即句阿弥陀佛啊，一定爱念到心清净，一定爱念到心平等啊，念到降落离无白黑。那安尼啊，咱就足有把握决定往生。西方叫世界人心清净，所以啊，感觉啊，伊的依陪环境啊，是无比的庄严洁净。亲像经上甲咱讲的，西方世界伊遐地啊，伊是琉璃的地啊，伊毋是亲像咱这娑婆世界的地是沙土啊地啊，伊是琉璃地。这个琉璃啊，咱是毋捌见过，只是听讲而已啊。佛安怎的形容，咱嘛无办法去体会，因为啊，咱毋捌看过嘛。这个琉璃啊，甲咱即个世界历史的个个比较较接近。当然，咱即个世界个个远远是比袂着即个西方世界的物质，但是即个历史的个个，咱家伊称作是翡翠，历史透明的，这是足稀有的。大家啊，拢家看过足名贵的。西方叫世界地质啊，就是琉璃地啊，而且是透明的啊。地下底边是看甲清清楚楚啊。那安尼，西方叫世界伊的路啊，这个、路面啊，伊是用这黄金来铺的啊。这个黄金在咱这个世间啊，咱嘛是把它看作足宝贵的，因为咱普通时啊，都看到人啊，足侪手指或者手环、发链啊，都会用金啊去做的。但是这个金啊、黄金啊，在极乐世界啊，相当于咱即马这个世界的点仔甲同款，因为伊是伫铺这个路面用的。经文甲咱讲啊，西方世界伊是一个七宝的世界，金银琉璃贝勒恰珠啊等等啊。经上嘛甲咱讲，伊遐徛住的房屋建筑材料啊，当是七宝的。确确实实是珍宝重量，所以啊，非常的重量。真个啊，是心清净啊，心心境界都清净。而且啊，西方叫世界迄个所在是无需要摒扫的，无需要去整理的，伊是永远遐尼啊整洁甲清净。无亲像咱这個世间啊，咱若厝内底啊，你几工啊无去摒扫的话啊，
即个桌仔顶啊、椅仔顶啊，都会卡一层的涂刷粉啊，无清都袂使食。咱过来看原文，公咧，公就是公明，咧就是花咧，美咧。因为西方世界当是珍宝所成的，咱这个世间的珍宝啊，讲到咱这个世界珍宝，伊是袂放光的啊。迄是讲照着伊啊，伊有反射光，但是咱这个世间的珍宝，伊家己本身是袂放光的啊。唔过啊，西方叫世界珍宝。伊本身就会放光。如果即个宝啊，珍宝是红色的，伊就放红色的光啊。如果若是蓝色的宝啊，伊就放蓝色的光啊。西方叫世界珍宝，伊不但会放光，而且啊，佫有香气啊，这着足奇妙的啊。不但是安尼而已啊，这个珍宝的本质啊，伊是柔软的啊，无亲像咱这个世间的珍宝啊，伊是有定度的啊。亲像黄金啊，伊嘛有相当的硬度。西方世界黄金啊，伊白甲亲像咱咧穿衫的丝条啊同款啊。伊是会当做衫裤来穿的啊，所以伊这块本体啊，当是非常的柔软。这是咱足欢喜想会出来光明甲美丽话。那安尼，伊的内底的种类有偌济呢？下底边的原文佫甲咱讲咯，形色。强微极妙，但咱讲啊足清楚的啊。咱先看这个形式，形啊，就是形状、外表。这个色啊，就是色彩、色水。这个形状甲这个色彩的种类啊，是非常的多啊，不可轻量啊。你是无办法啦，估计。出来呀！书帖书就是书信，帖就是特别啦。唔是啊，咱这个所世间呐、啊，所有的呀、啊，这嘛唔是咱用思考去想会当想出来呀。伊只有用四字来甲咱讲啊。玉美极妙，这四字啊，就是讲你妙到极处了。到极处，到什么所在呢？到什么程度呢？这边的原文，佮咱讲啊足详细了，就是无灵清凉啊，这四字啊，清是清爽，这凉啊，就是高洁。高洁艺术，不但咱凡夫无这个能力来清凉，就是啊，讲西方叫世界的菩萨，因的神通道力啊，咱伫这个经典头顶面啊，拢有看到，差不多都是七地菩萨以上呀，有安尼智慧能力啊。绝对不是讲一般的声闻音觉会当甲伊相比的。有安尼神通道力啊，因呐嘛是无办法讲会出来，或者是估计会出来。人个看原文，具足众生，即四字啊，即是指西方叫世界遮菩萨是具足。七地以上的智慧甲能力，咱去看虽具天眼，即四字，即就是啊，
讲西方叫世界菩萨，因的天眼同时，尽虚空遍法界，拢无障碍。如果有障碍，是要安怎会当去供养十方诸佛呢？亲像头前边原文所讲的，因人当具足天眼同时，天耳去听的能力本事。因有这个能力本事啊，下底边的原文就甲咱讲出来了，嘛无法度啊，讲会出来啊。咱来看原文，幽灵。便具形式、光相、名数及装束说者，不出正确。咱看卖下，为这段原文，咱就知影了。这就是讲，七地以上菩萨，因拢无这个能力，完全来了解，无这个本事啊，完全来明。明白啦，无法度了解、明白西方叫做世界庄严啊，到底有偌侪种，有偌侪数量啊，有偌侪形状啊，有偌侪光彩啊，因拢讲袂出来啊。阿弥陀佛讲啊，要是啊有人讲会出来话啊，伊就唔爱成佛咯。那安尼，现在阿弥陀佛啦，已经成佛了。这就是说明啊，七地以上的菩萨啦，无这个能力。所以啊，西方世界啊，确确实实是为佛加佛，方能究竟。总是啊，天界菩萨。伊嘛无法度完全来彻底了解，咱常常咧讲，叫做世界以净庄严，到底庄严到啥物程度？那安尼，咱读了这段的文呐，咱就会当来了解了。咱读了这段的原文呐，咱就足清楚的。这啊，嘛是予咱实际说明，亲像即个奥义大师伊伫要解内底边有讲啊，伊讲即个法门，即、这个经典啊，只有啊十方诸佛啊，才有即个能力来宣扬流通啊，只有啊诸佛啊，才会当啊。彻底的明了，所以啊，求解有情众生啊，如果若毋是靠着阿弥陀佛的威神加持啊，不但你是讲袂出来，同时你也无法度去理解啊。那安尼，咱今仔日会当讲比比啊。明白一丝丝啊，这嘛是靠着弥陀的威神、十方诸佛的加持啊，所以咱较会当啊，微微啊了解一点点啊。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啊，六道万缘圆圆满满啊，包括在其中。所以啊，咱一定爱专持名号。专就是专一，就是一心持名。持名就是啊，念念不忘，就是啊，袂使中断。那安尼，这叫做功夫。真正决心想要往生西方啊！